广告，广告。腾讯视频 v.qq.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xxxx 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 0.3.05 分直播， 3.05 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太空人王牌维拉德8局 14K 加持太空2比1胜道奇 50%75%100%V0027C0ask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7239BF2391C88321863VS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码。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7日21.03分15秒播放流水 391FBF4D794A8ABB3A5C5C663D705C7020E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太空人王牌维莱德8局 14K 加持太空2比1胜道奇，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dodaphasht0027c0ask.ing.http:news.gtim.g.com.news.app:0474935626404800 点视频，太空人王牌位兰德8局 14K 加持太空2比1胜道奇，时长约3分5秒，腾讯体育讯，北京时间8月10日 MLB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将进行9场比赛对决，三连败的费城人和三连胜的红袜将展开跨联盟对决，两支球队都需要胜利来稳住各自分区的领先优势。道奇上一场差点被对手投出五安打比赛，领先亚利桑那响尾蛇的优势也仅有 0.5 场，和密尔沃基酿酒人的系列赛则是季后赛竞争对手之间的对话，响尾蛇将迎来跨联盟的比赛，对手是本赛季让人失望的德州游骑兵。可别忘了他们刚刚横扫了卫冕冠军休斯顿太空人、亚特兰大勇士、华盛顿国民。比赛时间，北京时间8月10日1点05分，勇士人先发投手阿尼巴尔桑切斯6胜3负，得分率 2.89, 国民先发投手吉奥冈萨雷斯6胜8负，得分率 4.04, 埃库尼亚的一攻一守帮助勇士拿下上一场比赛胜利，也让两队之间的胜场差来到 5.5 场。如果本场比赛国民在输球季后赛恐怕基本无望了。本场比赛国民派出冈萨雷斯先发，本赛季高开低走的他过去11场比赛得分率 6.06， 对手打击率高达 3.03。 勇士则是派出了桑切斯先发，过去6场比赛他都至少投满6局，而上一场对阵纽约大都会6局仅丢一分拿到胜投，德州游骑兵纽约洋基。比赛时间，北京时间8月10日7点05分，游骑兵先发投手埃里尔胡拉多2胜1负，自责分率 4.02， 洋基先发投手 J.A. 哈普11胜6负，自责分率 4.05， 斯坦顿4年来首发满贯本垒打，让洋基夺下久违的连胜。不过他们距离分区领头羊波士顿红袜依然有9场的差距。本场比赛哈普将迎来加盟洋基后首场先发，游骑兵则是派出了胡拉多迎战。在从 RA 小联盟再次被叫上来之后，他已经连续拿到2场胜投波士顿红袜多伦多蓝鸟。比赛时间，北京时间8月10日7点07分，红袜人先发投手立刻波塞洛14胜4负，得分率 3.84， 蓝鸟先发投手莱恩波鲁科奇一胜二负，得分率 2.30， 打线的火力全开，让红袜上一场打胜蓝鸟球队81胜34负，
依然是全联盟战绩最佳。这样的势头甚至有机会冲击2001赛季西雅图水手的116胜。本场比赛红袜派出里克·波塞洛先发，上一次面对纽约洋基投出一安打完投胜。不过生涯在蓝鸟主场四胜六负，得分率 4.87。蓝鸟则是派出莱恩·波鲁克奇先发，上一次面对波士顿红袜三局就丢掉七分四分自责。西雅图水手休斯顿太空人。比赛时间，北京时间8月10日8点10分，水手先发投手詹姆斯·帕克斯顿9胜5负，得分率 3.51。太空人先发投手贾斯汀·维兰的11胜6负得分率 2.19。 输掉和游骑兵的系列赛，不但让水手距离太空人渐行渐远，距离美联外卡2的奥克兰运动家也已经相差了3场。而对于太空人来说，如果能够这个系列赛横扫水手，球队将有机会拉开和运动家的差距。本场比赛维兰德依然在为生涯第200场胜投努力。上一场面对洛杉矶道奇，他是4次三振夺下胜投，水手则是派出王牌帕克斯顿响。本赛季三次面对太空人三胜零负，得分率仅有 0.87， 绝对堪称太空人杀手。洛杉矶道奇和罗拉多洛基。比赛时间，北京时间8月10日1点05分，道奇先发投手罗斯·斯特里普林8胜3负得分率 2.68， 洛基先发投手泰勒·安雷森6胜4负得分率 4.05， 输掉和运动家德比赛让道奇让出了国联西区第一的位置。而科罗拉多洛基虽然近况不佳，但距离国联外卡只差 3.5 场，距离响尾蛇也仅差3场，这个系列赛很可能会决定两队最后50场的走势。全明星投手斯特里普林将迎来复出后首秀，在全明星赛前他的自责分率仅有 2.08， 洛基则是派出了泰勒·安德森先发，面对到其两场初赛1胜0负，自责分率 3.46， 6月1日在主场15局就丢掉5分。其他赛事看点，明尼苏达双城到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林多的再见三分打进本垒打，让印第安人上一场绝杀对手，也让两队之间的差距来到整整10场。美联中区常规赛冠军归属似乎已经没有了悬念。本场比赛双城派出了年轻的全明星投手贝利奥斯先发，上一场面对堪萨斯城皇家七局仅丢2分，过去6场先发他自责分率是 3.49。印第安人则是派出了小羊王牌克鲁伯对阵，上一场面对洛杉矶天使他98球就投出了完封胜。而本赛季在主场13场先发8胜3负自责分率仅有 2.01。 圣迭戈教士、密尔沃基酿酒人、教士拿下和小熊的系列赛，也让酿酒人缩小了其余的差距。而上一场开局背靠背靠背的本垒打展现了酿酒人本赛季出众的进攻火力。本场比赛球队派出如尼奥尔格拉先发，上一场面对科罗拉多洛基8局丢掉3分完成优质先发，教士则是派出了罗比埃尔林，上一场面对芝加哥小熊5局仅丢1分。巴尔的摩奇因坦帕湾光芒单场5次守备失误造就了曼奇尼第9局上的超前安打，上一场输球的光芒胜率也重新跌回5成。本场比赛球队派出亨特·努德先发，本赛季他在大联盟 22.1 局就送出了29次三振。今则是派出了大卫·赫斯先发，上一场面对德州游骑兵丢掉7分5分自责，过去12场初赛他都至少被轰一发本垒打。匹兹堡海盗、旧金山巨人、海盗在上一场蒂克洛基后距离国联外卡依然还差4场。而不足五成胜率的巨人距离分区第一响尾蛇还差 6.5 场，依然还有机会追赶。本场比赛海盗派出伊万诺瓦先发，上一场面对圣路易斯红雀四局丢掉4分。巨人则是派出了安德鲁苏亚雷斯先发，上一场面对亚利桑那响尾蛇丢掉8分自责是生涯最惨的表现。陈辉